辈子只会为我的粉丝拼过命。那句话怎么说的？谁敢动我兄弟的翅膀，我必毁他整个天堂。尴尬的脚抠缝，换个地方吗？真的，我的脚刚尴尬的快抠下了31厅，真的太痛苦了。别挡前面，耽误我看车。热血汉子，你看哪一款车啊？那我这款帕拉梅拉你想不想看？欢迎大家哈，想看我们任意一款车型的，我们可以公屏打一波，扣一波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，谢谢我们 F 的点赞哈，感谢我们 F， 希望我们 F 可以左手大拇指、右手大拇指换着点，怕他的手太酸哈。欢迎大家。来，我身后的这款2022款的帕拉梅拉黑绿色，基础售价97万3，选配的话呢是在30万左右，就是总价127，落地145到150区间的车型，有没有人想看呢？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新车和现车，您今天来，今天就可以提走的一个车型，不需要等，对不对？咱也知道定制的车型要干嘛，3个月起，等它漂洋过海的才能过来，人生能有几个3个月呢？对不对？喜欢的东西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哈。来带大家看一下一个黑玉色，而且的话保时捷的前脸我就不多说了啊，三段式的进气格栅蛙式前脸，来带大家看一下我最喜欢看的东西是什么，轮毂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可以猜一下它的轮毂呀？有没有人可以猜一下？500人，490个人看美女，10个人看车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大胆一点，你应该说498个都是看车的，啊不对，都是看我的，这样我会更开心哈。欢迎大家来，喜欢螃蟹的兄弟们，我们把赞点一点哈。比如说我们的小可爱，你说你就想看我，但你看看我的话，你可不可以给我点个灯牌？你挂着5只小羊的灯牌，然后说你爱着我，你的心真的好过分，你的心不会痛吗？欢迎大家哈，电动718什么时候上市啊？我们养都先生问电动718什么时候上市，哎，这个话问得好啊。我们718有 Harvey 系列的吗？没有吧，没听说过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私信一下我们的后台，我们会有专业的销售顾问给到您最合适的方式和最好的服务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，买车送主播吗？哎，这个话问的不错哈，咱就是说你想买了不就知道送不送了吗？你不买你怎么知道呢？欢迎大家，要是能把螃蟹放到副驾驶一起提走，等会儿就去提。哎，待会儿我开法拉利，你这话说的没问题啊，来提，今天提。副驾驶给我焊死好不好？副驾驶给我焊死，我坐在你的副驾驶，一天之内就能给你4个车轮给拆了。欢迎大家哈，咱就说阿拉斯加是拆迁队的小狗狗，小狗狗啊，螃蟹是什么？螃蟹是拆迁队的拆车的。欢迎大家，主播有才艺表演吗？我们导师你可以给我点个灯牌吗？欢迎大家哈，谢谢我们 F 的点赞，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兄弟们，我也是一边直播一边在点赞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给大家发一波我们的抖币福利哈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欢迎我们清风啊，也谢谢我们清风的点赞，感谢我们的清风。春风十里不如看你，真的是这句话说的不错。马上春天来了，谁能抵抗得了换一个新款的小车车呢？比如说我身后的这款帕拉梅拉标轴版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哈。今天这么多的赞，是的哈，我最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你这个名字小舔狗没有前途的，哥哥别当小舔狗了。咱就是说，如果说你一个人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她有男朋友了，那你是备胎，那你可以是干嘛？你可以找100个有男朋友的女孩子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海王，量变产生的质变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哈，这个名字该改一改了，以后叫最爱卢阳保时捷的小螃蟹。欢迎大家哈，左上方的福袋已经给大家发出了，里面是咱们的抖币哈，纵使家财万贯也要精打细算啊，对不对？你抢到了抖币干嘛呢？可不可以给小螃蟹送个小星星呢？送个大啤酒呢？对不对？欢迎大家哈，那你来先把我的法拉利轮子给拆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把位置告诉我，我会带着铁锤去的，1锤80哈，1锤80，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不仅不赔你车的钱，你还要付我钱呢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哈，我不爱，911的话，有现车的时候你们不看啊，现车卖掉了，你们要来看911，911已经没有了哈，咱们月中这个月月中的话会来2辆，所以就是说911现在一票难求，可能就是大家都想买，你要是插个队的话都要花钱。在我们卢阳保时捷月中会来2辆911，所以说赶紧卡个灯牌，卡个关注，对不对啊？我会把这个车型预留给你们去试驾，因为你们是我的粉丝，对不对？龙争虎斗彼岸花，卢阳保时捷给大家一个家。我们知道家在哪里吗？在我们卢阳保时捷中心蒙城北路与郭阳路交叉口啊，欢迎兄弟们常回家看看啊，不仅可以回家看看，还可以回家转转，对不对？看看家里的伙食好没好，欢迎大家哈。
买回家随便拆。我要红雨伞啊，咱就是说红雨伞的话，今天暂时没有，因为已经发断货了哈，兄弟，没关系，明天来我们刘家保时捷中心，螃蟹承诺大家，明天是周一，应该会到两把，我到时候在直播间给大家发一把，好不好？另外一把可不可以留给我下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骑共享单车打把伞，求求你们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刘家保时捷中心哈，以后把名字改成清蒸螃蟹、油炸螃蟹腿。好，单手开法拉利，你敢改吗？你敢改吗？你会不会为我改？你连灯牌都没点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哈，来，我们继续看车，有没有人想看我身后这一款卡宴酷配啊？是一个细花白的啊，不要，不好意思，又卖掉了啊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片区域哈，这是我们最近我一天没上班，我们家销售小哥哥和小姐姐打下的江山空了，空了，唯独这一辆车也卖了。好，算了吧，兄弟们，我们这是不是刚卖的呀？可能是吧，我早上开播，我刚开播的时候还没卖，现在又卖掉了。兄弟们哈，干嘛呢？没车了，呵呵，没车了，没车了，给大家表演一个林黛玉看花，真的很漂亮。啊，车都卖完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没关系哈，我们家里面还有什么车型？还有我们的帕拉梅拉啊，还有我们的卡宴酷配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左上方的福袋已经给大家发出了，还有6分钟哈，我们新进来直播间的小哥哥小姐姐，咱们都可以看一下了哈，都可以参与一下。这款是咱们的一个卡宴酷配啊，来带大家看我们这款酷配吧。这款酷配也是个细花白的颜色，选配完的价格，我的天，太划算了，这个选配的都是刚需，没有多选任何就是很浮夸的东西哈。这款车选配完的价格在109万，兄弟们，大概115到120区间就能落地了，而且支持分期和置换。卡宴酷配的车型哦，它可不是一辆标准版的卡宴哦，酷配的车型基础售价多少钱了？99万8，将近100的价格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款选配完大概在就落地大概在115到120区间哈，欢迎大家，我要保时捷卡宴有没有三号？快乐看过来，细花白的颜色，来看一下，兄弟们看一下，这个车白还是我白？我们扣一下弹幕好不好？你今天黑你不白？哦，今天黑吗？他说我黑，我一点也不黑，我的良心很，不是跟良心没良心很黑，我的良心很白。欢迎大家，马看有吗？啊，我们小公主殿下哈，告诉你，马看的话暂时店里没有现车，你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，因为我们展厅的车都卖空了，那边一辆车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明天会到大概5辆车型左右，所以就是说马看也是其中之一。想看我们马看的话没有关系，卡个灯牌，明天来的话就有了哈。欢迎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买的是15年的卡宴，可以置换新的吗？可以的哈。咱们就是您就算不是保时捷，你只要开到蒙城北路与郭亚路交叉口来，都可以置换的。不管你是哪一年的车型，首先它是一辆汽车哈，你别给我搞个三轮车、拖拉机、挖掘机的。之前老师我一说置换，他就说我可以把我的电动车开过来置换吗？那你先开过来，对不对？我不敢给你们承诺哈。欢迎大家，螃蟹好可爱，今天居然穿的粉色，啊？我哪里穿的是粉色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有什么点是粉的吗？是我害羞的脸颊吗？哎呦，太帅！来。你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油。109万的车型哦，细花白的一个颜色，是我们的酷配版本哈。B 柱以后，哎，这个车可以带大家看侧面，来，我们拉远一点，来，可以看一下这款车型是我们的酷配，从 B 柱以后是什么一个大溜背的造型，对不对？像极了那些头发很少的哥哥啊，他的车顶格外的油光水滑。啊，我告诉大家哈，叫什么？多读书，多看报，少吃零食，多睡觉哈，不然的话你留不住你的头发，你连头发都留不住了，你还能留住什么？对不对？欢迎大家，你还能留住小螃蟹的心吗？来看一下我们酷配的一个后排空间也是非常大的，小姐姐挺幽默的，不错哦。是的，螃蟹每天开播之前都会特意去学一些让你们开心的段子和梗，其实螃蟹也是很努力的。这些话你要想想，你在其他直播间可能小姐姐也很漂亮，然后呢腿也会很长，也会去跟你说专业的内容，但是我希望就是看我直播的小哥哥小姐姐能开心啊，就是能开心，而且有一些话也是大家可以在生活中用到的，对不对？咱们也可以来学一学哈。来看一下这个后排空间也是非常 nice 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车顶降低了20毫米，座椅降低了30毫米，坐起来包裹性非常的舒适，对不对？而且的话它都是运动座椅，你想换成舒适的也是 OK 的，不需要加钱啊。而且我们酷配也是标配了一个 SC 的组件，对不对？ Sport Econo 的四种模式，
四种驾驶模式适用于任何路况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哈。我知道哪里是粉色的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，你猜，脚尖是加厚的吗？不是的哈，樱木，这个脚尖不是加厚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是8厘米的高跟鞋，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秃头都是富豪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他们是秃头呢？他们只是用力过猛了，因为你这还不是不说，什么用力过猛，我理解错误。我本来想说的是他们。我本来想说的是他们用脑过度，我本来想说的是他们用脑过度了，兄弟们，我可能说错话，因为聪明绝顶，对的哈，用脑过度，用力过猛不会掉头，正经一点哈，那还有好多人是来看车的。是用脑过度了，因为很多个用脑过度晚上头发会出油，出油的话他又没时间洗，就会很容易秃头。还有第二点的话，跟基因也有关系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人总要有优点有缺点，上帝给他关上了一扇窗，但是给他打开了另外一扇门。比如说他头秃，但是他条件好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，笑死我了，开车了，小姐姐内心有点慌，不是很慌，怪不得都叫你蟹黄。我没有想到那么多，你知道吧？他赚钱，他用脑过度，镇定镇定。那看说错说错，螃蟹的脚尖是加厚的吗？不。脚尖为什么加厚？我看不懂你这句话哈。欢迎大家来，哥们，说归说，笑归笑，刚刚笑了的兄弟们给我把赞点一遍好不好？说归说，笑归笑啊，你看螃蟹出手的兄弟们已经看到了，咱们就把赞点一点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就说刚刚你们的嘴是不是也快到耳朵了，不要说我在直播间里面天天没有形象，你们肯定是对着车，嘿嘿嘿。好，欢迎大家来，掉人了，我们往前走了，好难过。果然还有，就给你们开车人才不会掉嘛，你们刚刚掉的那100多个人心去哪里了？怎么就瞬间往下掉了？我的心现在像大润发杀了40年鱼的尖刀一样的冰冷，我的天，好难过。兄弟们，我们把赞点一点，一起把赞走一走好不好？我们还做下播之前要点到10万的赞呢，现在是9万都没到哈。欢迎大家，小姐姐口误，是的，真的没有办法哈。欢迎大家，戴眼镜的小姐姐，抖音号叫小螃蟹吗？对，肉肉脸的小螃蟹。螃蟹的内心本来就黄的，不是的，我有蟹膏，蟹膏是透明的哈。欢迎大家，对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小螃蟹换发型了吗？对，今天没有卷，因为渣女大波浪，渣男锡纸烫啊。咱就是说我直头发的话，显示我是一个纯情的女孩子，不是渣女，主要是不想卷，好累。欢迎大家来新进来直播间的兄弟们，我们把赞往上点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把赞往上冲一冲，打得我往那西花白后面一站就掉了几百个人，掉了600多个人，好难过、我的心像尖刀一样的冰冷。 Cindy 呢？ Cindy 我来的时候 Cindy 小姐姐就不在这边了，她可能离职了哈。欢迎大家来，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。果然啊，我看赞赞在往上冒，然后呢我想着肯定有哥哥跟我举案齐眉的在点赞，没有想到哈，我手一停赞就不往上跑了哈。欢迎大家来，完成了，谢谢我们 F 哥哥的点赞哈。欢迎大家新进来直播间的兄弟们，我们卡卡灯牌，卡卡关注，还有6分钟哦，我们今天也就一场直播。如果大家想看任意一款车型，一定要扣在公屏上，螃蟹带你们去看好不好？欢迎大家哈，哪里人？主播哪里人？主播娘家是合肥市瑶海区的哈，不知道婆家在哪里。来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呢？有没有来自哪里的兄弟呢？中奖了。来，我们往那边走吧，这边有客户，有客户爸爸来提车了哈，欢迎大家。哎呦，我们家又要少一辆车型了，我的心真的很难过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把赞往上点一点啊、我们到哪里去呢？